谢各位贵宾今日的大驾光临，相信大家拢看会出来，今日无虾米人客。我想应该是我的亲戚朋友无赞成我的后生甲菲菲结婚啦，所以哦，拢无愿意来给因祝福。啊，那我的后生哦，刚刚看到伊的老爸，予伊气甲强要中风，无着真有可能，予我甲伊的双手双脚讲有断，嘛坚持要娶菲菲。我嘛无伊个法，所以菲菲，欢迎你哩来红家的大门。大小妈，我一定拍拼做一个好太太、好媳妇。话唔免讲啊，遮尔紧。我今仔日哦有准备礼物，要送予恁两个人，恁先看卖下。新郎，请把礼物拍开。小笼包？无唔对，查理，这个礼物是要提醒你，你是因为害菲菲受伤。为了要对伊负责任，所以才要甲娶的。那安尼，恁两个人的婚姻，就会参照这辆小笼包同款，一拍开就会有争议，所以就会出包。阮大家讲的争议哦，就是拄只喷伫查理的面的水蒸气啦，所以这个 label 咯，意义真深啦。你若已经考虑好清楚，决定要娶菲菲，你就要把小笼包吃落去。菲菲，你感觉我敢应该吃？当然嘛爱，我陪你做伙吃。菲菲就有心嘞，我来替你服务。两个才会相相对对。菲菲搁较艰苦，嘛是会吞落去啊。这都是婚姻，敢毋是？啊，搁有第二项礼物。这是巧克力酱，我来吃。放心啦，我的礼物吼，拢是我用心设计。这第二项礼物是要提起菲菲，做人的太太，做人的媳妇，袂当只会向吞论尔哦，爱会向兵来将挡的能力。那呢，以后婚姻中所有的问题，才会当解决。啊，若无吼，就会参照这边家共款，到时阵拢会变作是冷水。啊，你甲查理两个人，若是逐天吼拢互泼冷水，就真正就歹看。这嘛代表讲哦，这段婚姻就参照夏天的夕阳，夏天的美景，夏戏夏景。
查理，我甲查理绝对袂互相泼冷水，不管偌济困难，我拢会把伊的手牵掉的，用剑绞落去。他一定会白头偕老的，对不？查理，贝贝，我有讲过，我查理对你负责任，迄拢是真心的。也毋过婚姻当中绝对袂用的有任何的怀疑，所以我阁问你最后一个，你敢有欺骗我任何的代志？无。我对你是百分之百的付出，我这世人只认定你一个人，其他的什么人我都无愿意嫁。我是真心爱你的查理。收到，我嘛有礼物要送给新娘。因为新娘哦，拢坐伫咧轮椅顶面，所以腰一直会无爽快，所以我准备一个靠腰，予你哦，放在腰的后边，予你一世人坐轮椅的时阵，拢会当照舒适诶。我是毋是讲唔对话？靠腰咧。多谢阿哥送给两位新人的礼物，有妈妈的祝福，我相信查理跟菲菲一定会一世人幸福。各位贵宾，咱这会举杯来祝福查理跟菲菲。阿妈，这是我要阿的幸福，未来是安怎？我会自己承担。来来欢迎新郎新娘各入场。这是新郎送给新娘的复活节重生节目，昨天不是有人哦要来闹场？哎，阿妈，你去倒位啊？你看这个人啦，啊，看到夏飞啊，迄个面的脸，啊，就安尼笑啊，足奇怪。这样一定有人在给他创治，我来给他讲。阿妈，你若是这么起来啊，就等于是破坏婚礼，安尼菲菲会怪你的。你若是要对付这件代志啊，等婚礼结束了再好讲。哦。有两项重要物件，就是复活节彩蛋，够复活节托啊！听人讲，复活节彩蛋是复活节托啊打来。基督徒用复活节彩蛋来比喻新生命的开始，蛋壳破代表重生。希望咱的新娘菲菲伊的胎会当早日康复，有新的灵性。
什么意思吗？我在，坏蛋！哎，人讲你是坏蛋，你听有无？立夏，你不是看卖一下，你的面到底是写啥？是阮小妹，我闹你的魂嘞，已经有够客气啊！我才无害死你小妹，那时阵我予人掠去，是伊去火场把我杀出来的，伊是为着要救我才死去的。不是，是你伫个火场对伊动手，你摕物件为伊偷袭，攻落去，伊才会走袂去。你为着要得到查理的感情，你三零半坏你拢教。你的外表真单纯，啊，不过你的心肝比谁拢搁较恶毒。阮小妹就是把你看得太过简单啦，你这个丧命毒鬼，把阮小妹的命轻乎我。贝贝，你敢直接往那走？太麻婆，那是柯小平伊有袂讲。伊无法度接受柯小萱伊过身，看到咱结婚，伊阁较唔甘愿，所以才会来闹着。你千万唔通相信。伊若真正有安尼做，我希望你会当信任。你哪会当怀疑我？伊对我的感情甲信任，甲是凊彩两句话，就会当准拄煞，就会当让人毁掉的。因为查理根本无爱你，你自头到尾心术不正。你配袂去查理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你凭啥物讲是我对小萱动手的？你敢有证据？你敢有证人？你讲到敢那真个共款，那呢？敢是小萱家己托帮的？敢讲你无好奇？是安怎我讲的，甲真个共款？小萱不来甲我托帮。佫甲我讲，鬼门开啊！伊要倒来人间，甲你讨公道。你之前的乌梦，今仔日拢会变成真的。就看你白贼话，敢讲会当讲无？我无讲白贼，我无。查理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好啊，柯小平，你闹嘛闹啊，骂嘛骂，有出气就好啊。卖想小鬼啊！菲菲阿妈搁伫个家，你的目睭闭好紧，等来看，小萱一定会回来，得你的安棍。阿妈歹势啊，我知影你快乐一定真艰苦，啊，不过我一定要安尼做。爸爸就通我接受你对阿辉迄个态度，我对你就失望了。你前日就会知影，和你上失望的人是你的查某孙。你准备落地噶？阿哥，啊！你为着要嫁这个面子，人你有哪种牺牲？害怕看在阿你忍耐份上放了我，我怎么跟大家？是啊，一片的代志，我唔拿这项物尔。阿辉，你会当行哦？你搁嫁就无成啊！既然今仔日主题是父母节，安尼我就搁换一个。
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8点，一家团圆，佳节生意。